你跑啊！你狠能跑啊！哎，你神经病！哎呀，打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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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打人了！打人了！我们告你们，我们告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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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不但不道歉，还继续出手伤人，首先我去告你们。我你干什么你？如果现在说你非礼我，你一定会告我冤枉你。没错，我就这么说，你又能怎么样？就像你说他打你一样。小帅哥呀，香港城市建设很规范，四处都有 CCTV， 你刚才所做的一切一清二楚，没得乱来。但是如果你要辩护， 你可以考虑醒我，哦，忘了跟你说了，我的职业是律师，副业跟你一样，是流氓。对不起了，我们错了，我们是 Supervision 的死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提前写个测评。我们一定会多替你们说好话的。是是是，来，起来，哎，快走，好，好，干得漂亮啊，胡总你好。 王特助以及李慕辰李总是您的左膀右臂，业内一直私底下将你们三位称为“横正 Big Three”， 说你们是新一代年轻精英企业代表。请问您接受这个称呼吗？刚刚的事件，我们是否认为是 Team Three 的一次 完美配合呢？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号。如您所见，我们并不是 Team Three， 我们是 Team Four。Team Four。担心了啊！好啦，我以后一定自我反省，努力提高，将功补过，好不好？这还差不多，走，带你去 happy 去。<笑>要去哪儿啊？你应该好久都没有去过酒吧了吧？<笑>出国那么久，有没有去夜店玩过啊？在国外都在学习打工，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我们去的酒吧里帅哥特别多，嗯，气压不够，我看一下，嗯，车爆胎了，喂，修理公司吗？ 你们现在可不可以派个人过来啊？我的车爆胎了。什么？要3个小时，太久了。你们可不可以现在就派个人过来啊？我可以加钱的。喂，喂，喂，你车里有没有千斤顶啊？什么？千斤顶？我不知道，你去后备箱看看吧。好。 美女，有事吗？需要帮忙吗？对啊，上车吧。车子坏了，可以帮忙吗？没问题。你在干嘛？哎，美女，还需要帮忙吗？不用了，下次再找你吗？OK， 希望再见面哦。拜拜，美女。不是吧？你居然会弄这个？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在汽修店待过，把扳子给我递一下，谢谢。你真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天使。
如果你不肯见你，你打算怎么办？我现在还没想好，我想先留在恒盛，然后再找一个机会，好好和他解释解释。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姐妹我都无条件支持你。如果你想留在恒盛的话，明天我就把你的简历交给人事部。 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留在恒盛，有志气，好吧？那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助，再随时叫我。我现在就需要你帮忙，快点！快啊！一二三，走！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现在应该相信我对你的行动了如指掌了吧？一身烟臭味，表示玩得蛮即兴的吗？今天早上是谁义正言辞地拦住我，说要留下来守护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你的守护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落地生根的话，我倒是可以大度一点，给你个机会。恒盛年度招聘明天即将开始，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就不要提你爸的名字来面试，看看你能不能拿到最后的录取。真的吗？当然。 说真的，你的烟酒味好重，洗个澡吧。 林小姐，你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高材生，以你的学历，完全可以在华尔街找一个不错的工作。所以我想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恒盛？首先，恒盛集团的核心业务现在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我认为，未来世界的改变一定是由一次全新的技术改革带来的。我希望我可以将自己的青春投入到一份令人无比期待的工作中。 其次，恒盛的管理层年轻有为，朝气蓬勃，这代表了恒盛的一种文化。在恒盛，有很多和我一样优秀的年轻人，我非常期待与他们一起携手，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记得他在学校的时候，考试成绩非常好，不是全系第一就是全系第二，真不愧是我的学妹，真是为母校争光。 既然你跟他同一个学校，那可能这件事情由你来办，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他在华尔街实习时的资料哎，不是真的要做的这么狠吧？他的身份特殊，很有可能被反对派拿来利用，所以我们该做的就是让他知难而退，免得到时候我妈出手。
会面临到更多的麻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去了，告退。林小姐，刚才的表现很优秀。真的吗？那您觉得我能通过今天的面试吗？回去耐心等待吧，我相信在5个工作日之内，你就会收到通知。谢谢您。各位面试者，我代表恒盛集团向大家表示歉意。恒盛30周年庆典在即，为了迎接庆典，我们人事部刚刚收到消息，要暂时取消此次的面试。具体时间呢，请大家回去接收消息。怎么会突然取消？为什么要取消啊？那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定。如果一有消息的话，我会立即通知大家。谢谢大家的谅解。这样，真倒霉。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今天明明表现的还不错的。没关系的，还会有机会的。走吧。陈总，陈总，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最近在哪儿？看这边，看这边。胡总，哎，好，胡总您好。听说恒盛集团创始人的女儿已经回国，但是面试恒盛却屡遭拒绝，请问这是真的吗？这件事是否跟之前新曝光的遗嘱有关系？是否是恒盛高层有意为之呢？是啊，胡总，说一下吧。您这招太狠了，这真是啊，釜底抽薪呐！啊，是，我就是要今天当着这么大的场面给他们来个难堪，我看他们怎么收场。非常感谢大家对恒盛的关心，感谢各位的大驾光临。首先，我要告诉各位，林文玲小姐确实已经回国了，她也确实来我们恒盛参加了面试。至于有没有录取，尚未定论。等到录取的结果一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各位。今天是我们恒盛3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我希望各位能够把目光集中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谢谢大家对恒盛的关心。那接下来呢，就由恒盛的公关部经理瑶瑶小姐来为我们主持今天的发布会。感谢到场的媒体朋友们，为了迎接恒盛集团30周年庆典，我们将计划举行一些活动，包括慈善捐赠、文艺汇演、历史回顾以及新产品的发布。今天为了拉开庆典活动的序幕，我们将在现场举办一个慈善捐赠的仪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胡鑫董事长为我们捐赠剪彩。谢谢大家。胡总，您刚刚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面试既然已经结束，就应该已经有了结果。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结果不便于公布，所以您才故意拖延？另外，恒盛30周年庆典在即，如此大张旗鼓地对慈善事业进行报道，是否有作秀的嫌疑？如果恒盛高层真的有慈善之心，又怎么会容不下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呢？请胡董事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怎么就容不下创始人的女儿呢？请正面回答一下吧，胡董。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请您回答一下吧，胡董。是啊，回答说一下吧。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就让我为胡董事长回答这个问题吧。恒盛从事慈善活动，从来不是作秀。有一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强，责任也就越大。身为一家上市企业，我们恒盛从来没有忘记过对社会应有的责任。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恒盛一直不间断地举办慈善活动。这一次选择在30周年庆典之际，将这个行为公开，就是为了希望可以号召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的慈善活动，也让所有的恒盛员工铭记他对社会有感恩的心。那关于林小姐的事情，胡总，您能解释一下吗？是啊，胡总，能解释一下吧？胡总，正面解释一下。林维林小姐确实完成了我们公司的面试流程。既然有了面试，那当然有结果。
既然大家如此关心，那我们就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我们决定不录用林为林。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对啊，跟我们说一下吧，讲一下吧。说一下吧。林为林小姐的专业素养确实非常优秀，不过有证据指出，她在美国涉嫌商业犯罪案。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这将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我们决定不录用林小姐。谢谢胡总的回答。谢谢师姐。乔董，难道就这么容易让他过去了？别急，好戏还在后面呢。怎么？往那边看。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小姐是啊。您要说点什么吧，林小姐。林小姐，请跟我们说一下吧，林小姐。林小姐，现在既然你已经来到了现场，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刚才胡总的话怎么看？是是是，请跟我们说一下吧，林小姐。林小姐，看一下这个，林小姐，林小姐，看一下这个，林小姐。心怡，都是我年纪小，我不懂事，我不应该跟哥哥谈恋爱，我以后都听你的，求求你，原谅我吧。这卡里面的钱足够你在美国读书的，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你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这桩商业案确实存在，当时因为实习团队经验不足，出现了这样的错误。作为当时的团队 leader，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负责。但是从恒盛的角度来讲，胡董事长是恒盛的创始人之一，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已经证明了他卓越的工作能力，由他掌管恒盛，当之无愧。就我个人而言，自我出生以来，胡董事长就对我照顾有加，视如己出。我无意参与到今天恒盛的股份纠纷之中，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胡董事长和恒盛的管理层，谢谢。哎，你说他怎么走了？为什么走啊？有事儿这是。以为你找他过来，我们今天有好戏看，没想到他还替胡鑫说话。回头我再收拾他。妈，多吃一点。乖。其实呢，我觉得你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比以往成熟很多。谢谢妈。其实这些资料我一直都留在身边，没有对外公布，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对付这些反对派。嗯，不过万万没想到，媒体却对这件事情抓着不放，还把当年的事情查得一清二楚。他们还认为，之前商业犯罪的事不是林威林的错，说他很有责任感，很有担当，还说我们不近人情，诺大一个上市公司，却连一个创始人的女儿都容不下。
那倒是挺困难的。现在我们的 supervision 刚刚开始上市，而且股票正在大涨，在这个时候如果多传一些负面消息的话，我很怕会影响到股市。邱志新现在怎么样？邱志新现在联合反对派向我们施压，而且风向舆论都是往我们这边倒，恐怕在未来日子里我很难招架。嗯，好啊，既然他纠缠这件事不放的话，说我们无情无义，连云创始人的女儿都容不下，那我们就顺水推舟，我们就容下他，回公司找一个不重要的闲职让他做，把他留下。喂，是前台吗？我是1311房间，我的淋浴喷头坏了，帮忙来修一下。喂，你好。对，你说什么？喂，你说，大声一点。你又来干嘛？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不是想要留在恒盛吗？现在我给你个机会，你可以来恒盛实习了。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如果你无法度过三个月试用期的话，你还是要离开恒盛。身材没什么好看的，就不要穿成这样随便让人家看到。没关系，只要努力，在哪里都可以干出成绩。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员工啊，还真是有点麻烦。怎么了？她是咱们集团创始人的女儿。啊，可是上面又交代了，尽量不让她通过试用期。哎，我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了。嗨，经理，创始人毕竟是过去式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当然是听上面的了。我还是心里有点担心啊。嗨，您就放心吧，她一个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女娃，能吃得了多少苦呢？我跟您打赌，多给她派点脏活累活，不愁她不走。您看我出的这招啊，准灵。这是谁打扫的？那么干净啊！是啊，怎么回事啊？早，两位好，请多多关照。哎呀，哎呦，今天办公室可真干净啊！是啊，是啊，这平常都是我们给别人打扫卫生，这今儿谁把我们这打扫的这么干净啊？是哪里又来了个田螺姑娘？真干净啊！大家都别吵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同事，林威灵。大家好，我叫林威灵，以后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请大家多多关照。你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吧？长得真的很清秀啊。上班时间不要乱聊天。好严肃。林威灵，你先去换制服，然后再把外面的五十桶水分发给各部门。五十桶。你是新来的，应该借这个机会熟悉一下业务。切，哎，咱们用那边的手推车吧。张小雨，你的工作完成了吗？反正我今天可以干完的。威灵，我们走吧。我去换件衣服。哦，好。威灵，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叫你干这种力气活，你还笑得这么开心。没关系，都是我应。没事吧，威灵？你没擦伤吧？你没事吧？没事。对不起，我没看清。那我赔你件衣服吧。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了，不用钱的。你就收着吧，千羽，我等一下去拍 Supervision 的广告，很快就拍完了。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吧。哎，威灵，刚刚你撞的那个就是徐冉，我们公司好几个产品都是他代言的。哎，听说啊，他还是胡总的绯闻女友呢。看他们刚刚亲密的样子，应该没错。那我先走了。梅玲，梅玲，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刚接到通知，胡董事长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呢。哎呀，你看看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哎，等一下，梅玲，怎么把衣服弄湿了？你的发卡能借我用一下吗？嗯。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谢谢。走吧。威灵，威灵，你看到了吗？刚刚李总对我说，你可以把夹子借我用一下吗？我都要被融化了。哎呀，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呢？快快快，到会议室去，快点走。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林小姐，来，
首先，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谢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家事这么的关心和担心。虽然说我跟维琳娜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是我视她为己出，我把她从小带到大，我们的关系情同母女一般。现在维琳学成回国，我正预备把她接回家一起住，让我们重新过上团聚的好日子。与此同时呢，我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能够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恒盛的新产品还有恒盛的周年庆典上面，好吗？非常感谢大家。在您的领导下真是蒸蒸日上。客气了，谢谢大家的夸奖。林律师，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媒体朋友吧。好，麻烦各位先回吧。谢谢啊，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心仪，谢谢你，我们一起回家吗？好吧。你看，你看，好温馨的画面啊！真好，你的感情好深呢。好，走吧。谢谢，谢谢啊。你的行李呢？都已经收拾好了，一会儿司机会送你回家。我现在去办事，别跟着我。回来了，梅姨，好久不见。好久，我怎么感觉还不够久啊？有些人呢，真的是恨不得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还是住你以前的房间吧，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行李在这里，自己拿吧。在我行李里看到一个音乐盒。什么音乐盒啊？就是水晶做的一个旋转木马。哦，搬行李的时候师傅不小心把你那包掉地上摔碎了，我替你扔了。扔了？扔到哪儿了？废话，垃圾还能扔到哪儿啊？扔到外面垃圾箱了。哎，你干什么去啊？干嘛？师傅，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你让我找一下好不好？什么东西？
我这上面都是垃圾。我拜托你了，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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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玲，怎么了？我的旋转木马在里面，你让我上去找找吧。哎、不行，这上面都是垃圾，这袋子里。哎，你干嘛？钱全都给你。这上面都是垃圾。东西我一定要找到。这样啊？让开。哎，快点啊！我们等一下交班了。提起你都是美好，有个愿望，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你知道吗？我只记得那句不要担心，还有我，所以愿意不去寻觅另一个代替。去啊，赶着投胎吗？你怎么进来也不知道换拖鞋啊？看你把这地弄的一地都是水。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掉沟里了？我说你呢，听见没有？哎呦，千羽啊，你怎么也淋成这样啊？没事，哎呀，只是有些受凉，帮我熬碗姜汤吧。好好好。
多吃一点啊。昨天晚上的新闻，你都看了吧？记者的嘴都堵上了。林威玲呢？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公司那边找个理由，让他离开吧。嗯。当初是你硬逼他进来的，现在让他走，需要我帮你吗？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你办事我放心。青衣早。嗯，我吃完了。哼，你还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第一天就起这么晚，饭都凉了。梅姨，我今天快迟到了，要赶快出门。早饭就不吃了，不吃饭也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吗？在国外待了几年，待得这么没教养，今天不吃，以后也别吃。没关系，只要努力，在哪里都可以干出成绩。我们部门新来的那个员工啊，还真是有点麻烦。怎么了？她是咱们集团创始人的女儿。啊，可是上面又交代了，尽量不让她通过试用期。哎，我都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了。嗨，经理，创始人毕竟是过去式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咱们当然是听上面的了。我还是心里有点担心啊。嗨，您就放心吧。她一个刚从美国念书回来的女娃，能吃得了多少苦呢？我跟您打赌，多给她派点脏活累活，不愁她不走。您看我出的这招啊，准灵。哎，这是谁打扫的？那么干净啊！是啊，怎么回事啊？早。两位好，请多多关照。今天办公室可真干净啊！是啊，是啊，这平常都是我们给别人打扫卫生，这今儿谁把我们这打扫的这么干净啊？是哪里又来了个田螺姑娘？真干净啊！大家都别吵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同事，林威玲。大家好，我叫林威玲，以后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请大家多多关照。你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吧？长得真的很清秀啊！上班时间不要乱聊天，好严肃。嗯，林文玲，你先去换制服，然后再把外面的五十桶水分发给各部门。
不是的，你是新来的，应该借这个机会熟悉一下业务。切！哎，咱们用那边的手推车吧。张小雨，你的工作完成了吗？反正我今天可以干完的。威灵，我们走吧。我去换件衣服。哦，好。威灵，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叫你干这种力气活，你还笑得这么开心。没关系，都是我一。没事吧，威灵？你没事吧？没事。对不起，我没看清。那我赔你件衣服吧。不用了，我自己洗就好了，不用钱的。你就收着吧。千羽，我等一下去拍 Supervision 的广告，很快就拍完了。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吧。哎，伟玲，刚刚你撞的那个就是徐冉，我们公司好几个产品都是他代言的。哎，听说啊，他还是胡总的绯闻女友呢。看他们刚刚亲密的样子，应该没错。那我先走了。梅玲，梅玲，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刚接到通知，胡董事长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呢。哎呀，你看看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哎，等一下，威灵，怎么把衣服弄湿了？你的发卡能借我用一下吗？嗯。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谢谢。走吧。威灵，威灵，你看到了吗？刚刚李总对我说，你可以把夹子借我用一下吗？我都要被融化了。哎呀，你怎么还在这愣着呢？快快快，到会议室去，快点走。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林小姐，来，首先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谢谢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家事这么的关心和担心。虽然说我跟维玲呢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可是我视他为己出，我把他从小带到大，我们的关系情同母女一般。现在维玲学成回国，我正预备把他接回家一起住，让我们重新过上团聚的好日子。与此同时呢，我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能够把你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恒盛的新产品还有恒盛的周年庆典上面，好吗？非常感谢大家。贝林，别哭。我们回家。
恒盛在您的领导下真是蒸蒸日上。客气了，谢谢大家的夸奖。林律师，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媒体朋友吧。好，麻烦各位先回吧。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再见。心仪，谢谢你，我们一起回家吗？好吧。哎，你看你看，好温馨的画面啊！真的，母女的感情好深呢。好，走吧。哎，谢谢，谢谢。你的行李呢？都已经收拾好了，一会儿司机会送你回家。我现在去办事，别跟着我。回来了，梅姨。好久不见。好久，我怎么感觉还不够久啊？有些人呢，真的是恨不得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你还是住你以前的房间吧，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行李在这里，自己拿吧。在我行李里看到一个音乐盒。什么音乐盒啊？就是水晶做的一个旋转木马。哦，搬行李的时候师傅不小心把你那包掉地上摔碎了，我替你扔了。扔了？扔到哪儿了？废话，垃圾还能扔到哪儿啊？扔到外面垃圾箱了。哎，你干什么去啊？干嘛？师傅，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你让我找一下好不好？什么东西？我这上面都是垃圾。我拜托你了，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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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林，怎么了？我的旋转木马在里面，你让我上去找找吧。哎呀，不行，这上面都是垃圾，这袋子里。哎，你干嘛？钱全都给你。这上面都是垃圾。东西我一定要找到。这样啊？让开。哎，快点啊！我们等一下交班了。原谅，原谅你的不
觉。原谅，原谅不是妥协，原谅是为纪念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原谅，我不是故意要帮你，我只不想别人误会，因为我胡家早经讲义，借你回来是为了欺负我。想象从前未改变，是我要的情节。原谅，原谅不是妥协，爱的一种呈现，是将误会划过的昨天。你眼睛瞎呀？你这么着急干嘛去啊？赶着投胎吗？你怎么进来也不知道换拖鞋啊？看你把这地弄的一地都是水。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你掉沟里了？哎，我说你呢，听见没有？哎呦，千羽啊，你怎么也淋成这样啊？没事，哎呀，只是有些受凉，帮我熬碗姜汤吧。好好好。Thank you.